牛为什么那么慢？哇，今天真是个好天气。出门花花，不要再玩了。哇，太空车！爸爸，我想看小花。你好，宝俊，打开家中摄像头。爸爸，你看。打给家里音箱。爸爸，你看宝箱。关闭窗帘，打开空气净化器，打开灯，打开电视机。怎么黑了？爸爸，我们使绝招吧，打开飞行器。